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360财经台，我是黄俊宇。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05醒晨前瞻，同大家分析当日的策略。今天在电话旁边就有国龙证券投资经理方泽桥先生 Kelvin 同大家分析今天的市况。Kelvin， 系，早晨，大家好。大家好 ，Kelvin 好。Kelvin 今天呢就真辛苦你啊，突然间要捉你过嚟帮手啊。阿林 Sir 咧就坐紧地铁啊，就被地铁呢、这个。有一個婆婆在地鐵燒衣紙，就引致到啊趕唔到過嚟做節目啊。OK， 喂 ，Kelvin 個市點睇啊？其實見到尋日咧，騰訊出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市咧就輕微叫反彈嘅，咁到收市咧就逐漸升温嘅，咁就升咗成400多點嘅。咁講翻騰訊嘅業績啦，其實騰訊業績咧，你見到咧其實都有呢個增長嘅，但係嗰個預期大可預期咧，其實咧都比大可預期都係差唔多，即係比個預期會比較好啲啦。咁但係你睇翻個業績嗰度咧，其實你細分啲業績咧，其實有一個叫做其他收益啦。咁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分拆美團上市之後咧而得到嘅，佢就好大部分呢個收益咧係即係因為美團上市嗰邊嘅，咁所以你睇翻整體嗰個增長咧，其實咧係咁多年嚟咧就比較差嘅。這個呢其實我覺得呢而家嘅股價呢其實可以反彈到300元到啦，但中長線嚟講呢我都比較悲觀少少嘅。其實中長線嚟講，因為個增速比較低啦，咁同埋嗰個新增個遊戲嗰邊方面咧，都始終受到國內嗰邊嘅政策嘅限制咧。咁暫時未有新增嘅遊戲，其實中長線嚟講，我都會睇翻，可能會之後都會受壓噶。咁我哋幾時可以其實吸納咧？其實依啲股票其實可以睇翻幾時中內地嗰邊啊個政策開放翻啊，手遊業務嗰啲可以真係嗰啲新嘅遊戲可以推出市場啊，收到錢啊。咁呢個時候反而係一個先是買入的時機，但是這個時機即聽聞即最快都要是明年的年中才會開放那個即那個牌照那邊面 的遊手遊那邊的牌照，所以呢我覺得呢股民如果想買這隻股票都要耐心等待。其實現在的熱市盈率都要去到高達到30倍，這些股價呢其實沒有即雙位數字呢其實都很難支撐到的，我覺得都會暫時呢一些的科技股啊，或者一些手遊股啊，這一類型的股份啊，都會受壓的。而家騰訊個股價咧就大概290元到啊，咁如果頭先 Kelvin 所講大概300元嗰個上網空間唔係太多要。其實上網空間都唔多噶，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就短炒都係比較難少少噶，咁不如等佢轉咗勢啊，或者真正回落翻嗰時先至吸納咯。如果譬如回落翻大概咩價位會穩陣啲咧？都係。其實我都係講咗睇翻嗰個。內地政策那邊開放翻啦，其實暫時嚟講咧，我就會比較呢只股票暫時係會擺觀望嘅態度，暫時就唔好掂住啦。呢啲科技股始終嗰、那個波動性比較大，我覺得啲投資者覺得就呢只股票就暫時呢一類型啦，就暫時可以睇睇先。咁我諗回復翻250元啊，或者260元呢啲水平先至可以考慮咯。好啊，好啊，明白。咁啊，如果咁講句騰訊暫時唔諗住的話，有冇咩板塊可以考慮下咧？其實你看看啲教育股啦，咁你見到尋日其實內地出咗新嘅政策啦，有啲幼稚園嘅拼購啊都禁止咗，咁見到美股嗰方面嗰啲嘅教股咧，其實尋日咧尋晚已經跌咗成50% 嘅，咁但係今日其實香港嘅內地一啲教育股咧，其實都會受壓噶啦，好似睇而家839其實都跌了成10%。但是呢一些股份呢其實你看到其實它對幼稚園那邊的那個 sector 呢其實很小的，或者是很多都是沒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01啊、高新教啊，或者宗教控股啊，這些股份呢其實它有一定的一些的潛在的升幅空間，因為其實這一個政策呢就暫時對它們就沒有影響。不過市場其實對這個教股都會有少憂慮，都會怕一些的政策會影響到現在是幼稚園，可能之後都會有一些小學啊，或者一些專上學院那邊的教育各方面的板塊，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其實都會值得吸納這一類型的股份的。Kelvin 意思就是覺得教育股現在跌多了，其實是嗎？其實對那個雖然對個教育那個整個整體是有興奮，但是對個股其實對即那個基本因素其實沒有那麼大影響的。明白明白。教育股啊，剛才Kelvin你覺得哪兩隻好一點呢？剛才你說的 number 其實宗教
會比較唔錯嘅，咁可以跌翻落大概9.0元呢啲時間買入咧，其實係好唔錯嘅中長線嘅投資嚟嘅。咁其實教育股咧，我都會係長期睇好嘅呢個股，呢個石頭嚟講。明白明白，教育股可以研究下宗教啦，係嘛 ？OK， 係、好啊好啊，咁啊，仲有冇其他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Kevin？我都推介一隻華興資本嘅，咁而家你見到其實咧星期三之後咧，我記得20元嗰陣時都叫推介大家買入啦，咁而家都彈到上去21，都接近22元啦。其實呢一隻咧，我都講過咧，係個大股東咧長期都會有一個回購嘅，咁大家可以喺21或者20元留下依水平再跟進一下啦。咁其實呢一類型股票咧都係短炒為主啦，又千祈唔好長線，但因為始終佢哋嘅實業方面咧而家暫時都係虧本嘅情況。咁但係依一類型嘅股份，始終大股東增持啦，咁始終對佢股價有影有一個影響作用，正面嘅影響作用㗎。咁大家可以跟進下依只股份。好，華興資本，咁大家可以就研究下嗰只有冇得係咪一個好好嘅時機啦？係啦，咩 number 啊？俾多次 number 我好嘛？1911，係我啱啱醒起咁多 number。華興資本1911，哦係喎，早兩日阿 Kelvin 都講過係華興資本，冇錯冇錯，而家暗盤價去到21.5元 ，OK。好啊，咁啊多謝 Kelvin 先啦，咁啊今日臨時拉夫捉咗 Kelvin 嘅幫手啊，咁我哋下禮拜三同 Kelvin 再傾偈，好。好，唔該曬你，好，拜拜。